说出一位历史人物，一，他诗画俱佳；第二，他曾写过关于李白的诗。停，请写答案。你有答案了吗？我还没有答案。答题时间到，请亮题板。你能确定你的这个答案是对的吗？我们请康老师往下念。三，他曾因科举案下狱。四，我也不登天子船，我也不上长安眠。恭喜嘉宾回答正确。嘉宾今天是翩翩君子的风范来到舞台之上，拿下了挑战名师团的胜利，恭喜你！感谢吉老师，谢谢吉老师。